啥？都是木。我知道了，跟妈妈说再见。哎，嗯，妈妈再见，乖啊。你上次搞的事，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。他死了，我要批评他。我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出事以后为了找孩子我就辞职了。时间长了，我突然发现我这眼睛好像有一种功能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只要我这么一看，这条街上有多少小孩，男孩女孩，长什么样，是不是我儿子，我一看一个准。真的，三年了我又生了一个儿子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背叛了我女儿。然后我每天就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刷刷刷刷看，然后他们就非说我疯了，要把我送到医院。白天醒，晚上就梦，梦见没找着，你找了的是我。我自己知道我没疯啊，我那是装疯啊。我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坚持住，我才告诉他们我没有放弃，我一定会找到我儿子的，必须的，加油！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儿子能找回来吗？他来了，远去；他走了，远散。你找他，远去；你不找他了，远灭。走过的路，见过的人，各有其因，各有其缘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还活着？每一寸土地，你都在上面生过、死过；每一个众生，都做过你的父母。施主，多行善业，缘聚自能相见。